家睡觉呢，我就感觉楼忽悠一下的，你就像做梦似的，就感觉忽悠一下，我听咣一声，不会是盖了个被，不盖被的话，那玻璃碴子全镶身上了。所有应急管理部门现在基本上能到的全到了，但是火现在没灭了，他二楼着了之后，把三楼也给带上了，也着了。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人员已经开始往那儿走了。